哈喽。嗨，本来我想约你看电影的，但是我听同事说你觉得我长得丑。谁说我觉得你长得丑了？你不觉得我长得丑？我觉得呀。我就是想知道是谁说的呀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艾米回来了，快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田哥。啊，田哥好。哎，那来，一起喝茶来。我不喝，田哥你们喝吧，我进屋了啊。啊。喝啥呀？来。你妹妹挺漂亮的。啊，必须的嘛。那个，我对你妹妹一见钟情，你给我介绍一下呗。好说好说，先喝啥来？哎哥，我卸完妆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有，刚才你田哥说了，没啥事，没啥事，没啥事。喝着喝着喝着，没事，喝着了，来来来来来。